学之大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日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日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日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日修其身者，日先正其心；日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日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行正，行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谓之有也。